授权准许的横幅、标语、旗帜、条幅以及其他用于宣传物品入场。四、严禁携带灯牌、纸板等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入场。五、严禁携带任何用于摄影、摄像、录音的设备入场，如有携带，需寄存到指定寄包处。六、严禁用手机对任何演出内容进行任何形式的摄影、摄像、录音行为。七、请勿在场内投掷任何物品，场内严禁吸烟，严禁踩踏座椅，不得翻越隔离措施。八、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演出的正常进行，严禁观众之间相互谩骂、攻击或故意制造事端等过激行为。九、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没收违禁物品或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十、请大家妥善保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如手机、钱包等。以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耐心等待。欢迎各位前来观看 GNC48 Team C 三角函数公演。在观看演出的同时，请注意以下事项：一、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凭票依次入场，不要拥挤并对号入座；二、严禁携带任何易燃、易爆、有毒危险物品、刀具、金属器械、易碎品等危险物品进入场内；三、严禁携带未经主办方授权准许的横幅、标语、旗帜、条幅以及其他用于宣传物品进入场内；四、严禁携带灯牌、纸板等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入场；五、严禁携带任何用于摄影、摄像、录音的设备入场，如有携带需寄存到指定寄包处；六、严禁用手机对任何演出内容进行任何形式的摄影、摄像、录音行为；七、请勿在场内投掷任何物品，场内严禁吸烟，严禁踩踏座椅，不得翻越隔离措施；八、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演出的正常进行，严禁观众之间相互谩骂、攻击或故意制造事端等过激行为。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没收违禁物品，或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十、请大家妥善保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如手机、钱包等。以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耐心等待。欢迎各位前来观看 GNZ48 Team Z 三角函数公演。在观看演出的同时，请注意以下事项：一、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凭票依次入场，不要拥挤，并对号入座；二、严禁携带任何易燃、易爆、有毒危险物品、刀具、金属器械、易碎品等危险物品进入场内；三、严禁携带未经主办方授权准许的横幅、标语、旗帜、条幅以及其他用于宣传物品入场；四、严禁携带灯牌、纸板等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入场；五、严禁携带任何可用于摄影、摄像、录音的设备入场，如有携带，需寄存到指定寄包处；六、严禁用手机对任何演出内容进行任何形式的摄影、摄像、录音行为。七、请勿在场内投掷任何物品，场内严禁吸烟，严禁踩踏座椅，不得翻越隔离措施。八、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演出的正常进行，严禁观众之间相互谩骂、攻击或故意制造事端等过激行为。九、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没收违禁物品，或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十、
请大家妥善保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如手机、钱包等。以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耐心等待。我是 GNZ48 Team Z 的张秋怡。
清早校门的旁边，校长像个守门员在等点，好危险。班主任教室里面，像大魔王的嘴脸又出现，来测验。我们的
动起来。试试吧，给我爱的魔法，试试吧，看我对你说爱我，付出爱我真心，给我爱的拥抱吧。是符号，我谁能？
耶、yeah! ！大家好，我们是 GNZ 48 Team Z。感谢大家在周六的下午前来观看我们 GNZ 48 Team Z 三条函数公演。耶、yeah! ！那么今天我们 MC 话题呢是。你现在正用着的手机壁纸是什么？为什么要用这个做壁纸？那么由我们的小赖先开始吧。耶、yeah! ！无论晴天还是雨天，只想赖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 GNZ48 Team Z 的赖君颖，谢谢大家来看三角函数的公演。耶、yeah!你们好严哦，我不理你们了。嗯，就是今天 MC 话题是壁纸。嗯，我现在用的壁纸是不能吃，因为想督促自己要减肥啊。因为你胖了。哦，就是这个。对，我之前回去的时候，我妈看到这个壁纸，她还嘲笑我，她真的笑到不能自我，就是很认真的在嘲笑我，我都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子。我真的很认真的想督促自己不能吃东西。那你换上这个壁纸以后，有真的，我可能就是看到不能吃，不能吃，看到还是会有一点用吗？有用有用，嗯，就是这样了，谢谢大家。耶、yeah!。呆呆的住在你心里，想要成为你的达令。大家好，我是 GNZ48 Team Z 的戴琳，大家可以叫我达令或者呆呆。谢谢大家来看三角函数的公演。耶、yeah!谢谢。
然后今天说到手机壁纸，然后我手机壁纸一般都不会设什么东西，就是很简单快乐，还有吗？哦，对，简单快乐。怎么没了？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就因为如果设人的话，就是他会那个挡住眼睛跟鼻子，然后我就觉得很不美观，所以我只有那个锁屏会用人，然后这个都就是很简单快乐的，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用？很朴实。对，嗯，就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好吃不如饺子，可爱不如瑞子。大家好，我是 GNZ48 Team Z 的龙瑞，大家可以叫我瑞子或者龙哥哥。感谢大家来观看我们三角函数的公演。耶、yeah! ！MC 话题，那个我的壁纸，没有显出来，对，差不多吧，跟我觉得跟小赖有异曲同工之妙，对，这是我自己写来激励自己的。你腿那么粗，站在前面真的很丑，我觉得太小了，应该再大一点。不是，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吗？因为就是你们把它滑到另外一边的时候，上面那些APP 的那个图标就会把它挡住，所以才放在最下面。对，我感觉自从换了这个之后，吃饭吃得更香了呢。对，其实我觉得这种的话要减肥，真的小赖还是要看自己。对，还是要这种东西真的没什么用，看屏幕是没有用的，要看自己。好，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送你一份礼物，是一个可爱的纸人。大家好，我是 GNZ48 Team Z 的于纸人，你们可以叫我佛佛。谢谢大家今天来看三角函数的公演。耶、yeah! yeah!谢谢。好的，好的。好，谢谢。然后说到我的壁纸嘛，其实我的壁纸是一个很可爱的，对，就跟我本人一样可爱。一般我换壁纸，我都会在微博上面去搜索，然后关键字是软妹壁纸，然后我就搜出了这个人物呢，刚好就是我看的第一部偶像番里面的人物，我特别的喜欢，就这样。耶、yeah! ！森林中住的小精灵，你们心中住着梁婉玲。大家好，我是 GNZ48 Team Z 的梁婉玲，大家可以叫我燕子或婉婉。感谢大家来观看三角函数的公演，谢谢。耶、yeah!谢谢，我哪有变态笑容？然后这一次的壁纸，我以为大家都是会自己的喜欢的东西才在壁纸上面的，结果我发现你们个都是小清新，然后要么就是励志自己的东西，我就觉得我被骗了。然后这个壁纸是我昨天才换的，我之前的壁纸是一个很符合我。你是不是知道有这个 MC 话题你就换了？不是，是昨天不是 SN Hello 播出吗？啊、oh. ，
好了好了，知道你是乐队了。都是九年义务教育，为什么你这么优秀？我不知道啊。然后我要说我之前的壁纸，我之前壁纸是一个跟我长得特别像的一个软妹。我怎么记得不是？是啊，因为是一句话。有吗？你好好想想。那个什么，我不换壁纸。哦，那个是可能是几个月前的，过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就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请欣赏接下来小伙伴做自我介绍吧。耶、yeah! ！那我先等一会儿，让你们先敲完。梦里花落知多少 ，Shake your body， 摇一摇。大家好，我是 Gen Z 48 Team Z 的何梦瑶，大家可以叫我梦瑶或者摇一摇。谢谢大家今天能来看我们的公演，谢谢。耶！谢谢。说到我自己的壁纸，我看一下，对，就是这个图是一个粉丝给我画的。然后其实我以前就是有一个学妹，她也是学美术的，在我生日的时候她送我了一幅画，就是类似这种风格，但是她画太丑了，我有一点嫌弃。然后后来我就很羡慕，就是有这种，我也不知道这叫什么风格，就是这种形象的人物。后来那个粉丝画完之后就出坑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没有，他看你今天把他当做壁纸，他马上就回来了。我不知道他出坑了没有，反正我再也没见过他。然后其实我也挺喜欢这样的，然后还有很多粉丝给我画过这样的画，我也有好好保存。对，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bling bling 陈规军，阿邪阿邪，天真无邪。大家好，我是 GNZ48 Team Z 的陈规军，大家可以叫我阿邪或是军妹。感谢现场还有直播前的大家来观看我们三角函数的公演，谢谢。耶、yeah! ！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今天都是叠词风哦，很可爱很可爱。然后我的壁纸，我最爱的红米肠，这是我。好油腻啊，感觉跟大家的画风不一样，大家都是可爱的软妹子，然后我一个人是望梅止渴吗？对对对，就是望长止饱。对，就是饿的时候看看他，告诉自己可以看饱的这种东西，然后就会不想吃东西了，就那种望梅止渴的感觉。其实这个是我今天下午才换的。不是，我今天下午才结的，你看时间11:36，就刚刚，对，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萍水相逢遇见你，浓情蜜意。小奶瓶。大家好，我是 GNZ48 Team Z 的农艳萍，大家可以叫我小奶瓶。谢谢大家来看三角函数的公演。耶！
谢谢大家，大家可以去我的超话跟我一起打卡。你最近在练腹肌吗？没有，是因为昨天吃太多了，然后我昨天晚上在我自己超话每隔5分钟打一次卡，就做了10组的平板支撑。这样子，可是你知道吗？因为食物在肚子里面，你这样垂下去，它会越垂越大。我编的，很有经验，很有经验。然后，我想推荐一下昨天瑶瑶给我推荐的那个海盐冰淇淋。我之前好像也在直播里面推荐过，因为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然后另外一个第二份半价的那个不是没有。比不过，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啊。然后回归正题，我的那个壁纸，对，哇，很花。其实我有考，我最近就是是前几天我们去一起去吃饭的时候，好像听说有人遇到我们了，就是去吃饭的时候拍的照，就是第一次带小孩子们去这种地方，看起来这个环境有一点奇怪，但是其实大家已经看出来这是什么。对啊，我们就在吃那个蟹肉包。哎，是不是又打广告了？不好意思，但是那个地方不说这个，就是最近那天拍完了之后，然后换的，然后我电台的封面也是用了这个，因为真的很喜欢这样的风格和这样的照片。虽然说我每次都是我举相机最前面那个人脸最大，然后最清楚最丑。就我发现有一个人在玩手机，是谁啊？陈贵君，看不清。陈贵君，他刚刚还说他没有发现他在哪。陈贵君，我发了每一张，啊、他都没有一张抬头的。大家可以回去，我发一张照片在燕萍的房间里，就是我对面一排全是在玩手机，就是大家没有，大家在用手机跟对跟旁边的人聊天，好切。对，我一定要发到你房间去，我还专门照下来了。记得加个滤镜啊。嗯，好。然后就是这种感觉特别的好，然后以后可能每次都会看到我一张大脸，希望大家不要嫌弃。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在树的那边土的里面有一只小蚯蚓。大家好，我是 GZ48TeamZ 的杜秋玲，大家也可以叫我小蚯蚓。很高兴大家今天来看我们三角函数的公演，谢谢。耶、yeah! ！谢谢。其实我很害怕，就是到燕萍那里我都很害怕，因为我发现没有一个人拿自拍当壁纸。不是，我用过，然后第二天我就觉得天哪，我昨天长这个样子。不是因为我自恋，哎，其实也有一点，就是这样的，因为我就是很蛮喜欢拍照的，就是拍写真啊什么的，然后每次拍完过后我都觉得哇，自己好美，自己好美。好可爱，怎么会有这样的仙女？好烦呐、啊！没有，我要把它说得很有哲理。等一下，就是我拍了过后就会很有成就感，就是自己做一件事情，如果得到我自己的那个满意程度的话，我就会把它放出来，然后给自己看，然后让自己更加有自信，就然后再去更加干下一件事情，是这样的，不是因为我自恋。对，就是这样。谢谢。耶、yeah! This is my way, I am okay. 这里是 Aki 的 short catchphrase， 这是我的 flow， 也不会太 ho。 现在就请你跟我一起 say hello， say hello。 大家好，我是 GNZ48 Team Z 的张秋怡，大家可以叫我秋秋酷。感谢大家来观看我们 Team Z 三角函数公演。耶、yeah!我要耍帅到天荒地老。然后说回我们的 MC 话题，壁纸报复，好锐的啊，就
不觉得我很诚实吗？红到暴富是吗？没有，就红了然后就暴富了。没有没有，就是每天早上起来，然后我可以把它设置成锁屏或者是壁纸，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激励一下自己。对啊，而且就觉得看得很开心啊。难道不更难过了吗？今天也是贫穷的一天。你们不知道吗？如果晚上，就是晚上你也会看屏幕啊，如果晚上看太红的东西的话，你会刺激的睡不着。对，刺激的睡不着。兴奋的睡不着。对啊，你们知道新房都是红色的吗？不知道。哦，没有闹过洞房吗？哇，好羡慕，我也没有。谢好了好了好了，你继续。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壁纸，我每天早上起来，哦，都会突然清醒，然后就会想着我一定要更努力使自己暴富。就这样，谢谢。耶、yeah! 大家好，我是 GNZ48 Team Z 的王翠飞，大家可以叫我加飞。感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耶、yeah!不好。谢谢大家。耶、yeah! 就是我刚打地铁过来玩，我每次就是在广州搭地铁我都会迷路，就是要么就是玩手机，然后坐过头了，然后有一次的话我好像是坐过了四五个站，然后再倒回去回到中心的话已经是深夜了。对，因为每次就是来这边都是会迷路。然后今天的 MC 话题是我手机的壁纸，看，哇，是不是很励志？你怎么这么的可爱呀、啊？不是，你知道吗？我在学校就是我一般中午饭我不会去吃，我是吃宵夜的。然后我同桌就说，你怎么吃不胖？我说我其实有胖了的，对。摸了现在的脸还是有肉的。我以前的壁纸是不能吃晚餐和宵夜，后来发现没有用，我就把它换掉。不是，是我觉得学校饭堂的宵夜特别的好吃，然后很便宜。可是吃宵夜不是说会胖吗？是啊，然后我就拿这个壁纸来激励自己啊。现在还在吃宵夜吗？没有了，现在没有吃，昨晚等你就没有吃宵夜。对，就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请欣赏接下来的小伙伴讲 MC 吧。耶、yeah! ！你是那人间四月天，我是你们的小四月。大家好，我是 GNZ48 Team Z 的王思月，大家可以叫我四月或者菜菜。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耶、yeah!谢谢。然后我们的 MC 话题，哎，这个其实不是什么锁屏啦，它就是一个我用的一个背景而已。然后这个光头是谁呢？不是不是，我还没说完呢。那个光头他已经下去了，他是那个没有衣服，然后衣服很丑的陈贵君，对。然后其实还有另外一张的，就是当时骑摩托的时候，然后他坐在我后面，然后结果我一下车那个摩托就倒地了，我到时候再发到微博上。好，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圈圈圆圆圈圈圈圈圆圆圈圈。大家好，我是 GNZ48 Team Z 的杨圆圆，欢迎大家来看三角函数公演，谢谢大家。耶、yeah.Thank you.
谢谢。现在女犯都这么好看的吗？颜值都这么高。嗯，谢谢大家。好的，我错了，我昨天就说了，我再也不吃雪糕了。就这段时间，在演播厅前都把嗓子好好保护一下。嗯嗯，说到这个壁纸的话，哎呀，都已放出来了，大家看，这个美丽的仙女是谁呢？对，其实我觉得我应该跟大家都一样吧，就是大家会不会把自己喜欢的偶像拿来做壁纸？不会吗？难道就我这么对，我是以前其实我是用的我和哦用了我自己的自拍，或者说用我妈妈的照片，然后嗯来到这个团之后有一段时间用了 Kiki 的，但是 Kiki 的美照太多了，然后我就应该差不多一两个月，就是一两星期就会换很多张的那种，对，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我的壁纸，好尴尬掉了，耶、yeah. ，好的，日有所思夜有小梦，大家好，我是 GNZ48 的叶小梦，大家可以叫我。大家可以叫我 Big 梦或者叶巴拉，谢谢大家。耶、谢谢。哦，原来自己四十八了，就是都忘记了，然后看到你们突然叭叭叭全部在那里掰，然后吓到都忘了自己叫什么。我的这个就是小孩子嘛，小孩子就是喜欢蓝色，然后刚好有这张图，然后自己就弄了一些图案上去。就非常幼稚了，就很叶小梦。你自己弄的吗？你这是一个主题壁纸、啊、是吗？啊、嗯，它就是本来只有那个蓝色的，然后我自己加了贴纸上去。哇！谢谢你的捧场。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你幸不幸福？幸福。感觉幸福，你就想到福冰冰。大家好，我是 GNZ48 的预备生胡冰冰，大家可以叫我冰冰，或者是布布，或者是姑姑也可以，谢谢。耶、yeah！ 谢谢。关于今天的 MC 话题，就是你的壁纸或者是屏保。嗯，我的是这个，我超喜欢的一个小孩子，就是全绿二。嗯，我感觉我手机就是那些表情包啊什么的，都是差不多都是他的。然后可不可爱啊？你们怎么不觉得很可爱吗？肉嘟嘟的，我好想捏他的脸。对，好可爱啊！真的吗？还有希望你们的手机呢也有一天会出现我这么帅气的脸庞，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大家好，我是 GNZ48 Team Z 的毕月山，感谢大家来看三角函数公演。耶、yeah yeah！谢谢大家。壁纸的话，打扰了。没有，这个原因是因为我前两天突然间翻手机相册，就是给自己找壁纸的时候，突然发现这张照片，然后我就当时觉得天哪，叶小梦怎么这么可爱啊？然后我当时就放上了壁纸，然后每天打开手机就会笑一笑，就会特别开心。好，
好，谢谢。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接下来让我们欣赏精彩的 UNIT 曲吧。耶、yeah!。
雪的铃声响，怕一个人孤单，反正已经傍晚，等等我不要走散，两个人结伴看了看夕阳，你说上段话，咕噜咕噜肚子响，饿到双眼发起光，现在我来唱给你，呜呜咿呀咿呀。
Oh,
心痛，在大雨后坐在窗边迎着微风，抬头仰望着星空，随着时间经过，一切都随风。那些画面啊，永远刻在心底。 No matter what you do， 就算下个路口相遇，我们仍可以拥抱，给彼此温暖的微笑。 No matter what you do， 受了伤用时间疗愈，但不要忘记擦干眼泪继续前进。好多事面前经过，后悔没早点跳过，错过了好多的体验，现在的我不会再留恋以前，不必再去怀疑，过去就让它过去，人生不过是一场旅程而已。或许我们相知相惜，后来各奔东西，共同的记忆无法被抹去，欢笑喜闹开心，常常回不及那些画面啊，永远刻在心底。 No matter what you do， 就算下个路口相遇，我们仍可以拥抱，给彼此温暖的微笑。 No matter what you do， 受了伤用时间疗愈，但不要忘记擦干眼泪继续前进。总要学习长大，内心越来越刚强，一辈子能有多长，不敢屈服，就这样冲破了险阻难关，要活得更精彩。耶、yeah ！卢艳萍，喂喂喂，你不是我们这组的，所以就没有声音。你看我畅通。哎，怎么只有王翠飞一个人没有被禁言？太过分了！就是长得好看就不会被禁言，对吧？
是不是在跟我们暗示这个 MC 让王翠飞来？好了，再见。哎，你们不要走啊！哎，可是我们这组不是喂，喂，不是啊，是你走错了。啊，那我们现在是你走错了。对，再见。是吗？那我们还少一个人，没关系，翠飞来吧，翠飞来吧。翠飞跑了，他下去了。好，那我们这一组是不是都已经自我介绍过了呀？嗯，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抽选 MC 话题吧。咚咚咚咚，哎。我有声音了。一，补充百万问答；二，爆料口头禅；三，证明贫穷富有；四，辩论言戏好，甜戏好；五，最近沉迷电视动漫；四，辩论，辩论。那这个要分组来了。是粉丝甜戏好、言戏好，还是我们甜戏好？要选这个吗？我都行，看一下吧。行吧，来选四。四，嗯，言戏 PK 甜戏分成两组进行辩论，是言戏好还是甜戏？他这个没打完啊，所以到底是粉丝还是我们呀？应该是我们吧，他是 PK 啊。这样子谁是言戏的？我是言戏粉丝。你那么甜，我不管是什么，就是这个人，你是妍希还是？我是妍希的。好，那妍希站陈贵君那边，妍希站我这边。哇，那还挺平均的。我们这个是反着来的吗？那平均来说，你们自己是甜系，我不甜吗？我们好甜的。OK fine， 来来来，拼开了，我们站过来一点，站过来一点。要怎么一个一个辩论啊？这个。一个一个，你们是想听偶像甜戏好还是粉丝甜戏好？是想听偶像的还是听粉丝的？当然都可以。我觉得伴随偶像，是不是真的？我觉得，我先说吧，我觉得甜戏好。你说就说，你走过来干什么？你是还要比划一下吗？不是啊，辩论不应该都是发言的人站在甜戏偶像还有一些。还有一些动作的，对啊，是甜系偶像，正方一辩跟这是调系偶像。好，我那我们是正方吗？哦，不对，我们是甜系、哎、说话都结巴了，我有一点底气。我觉得甜系好，因为我就喜欢甜系偶像。哦不，哦不能这样说，我就喜欢甜甜的人，在跟他在一起会很有可是他对所有人都甜哦，粉红的味道没关系啊。那我觉得他整个人都是甜的。那不是中央空调吗？那不是应该，那不是杨圆圆吗？没关系啊，我觉得中央空调也好过。好过什么？我们妍希吗？你讲完你的辩论，你的论点是？论点是因为我喜欢。好，我来。我认为妍希偶像好，因为他以。就是演戏偶像平时都很严，但是他甜起来的时候就是那种哇塞他居然甜我了，他平时都不甜人的，我一定是对他很特殊的存在。他平时、哦、好就是他好，就是对所有人都很严，但是唯独对一个人很甜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听到了吗？陈贵君的粉丝，我不这样对我的粉丝的，我的粉丝都伴随我比较甜。来，我们博他。我觉得伴随偶像我都这么甜了，粉丝也很甜啊，所以我觉得什么？今天 MC1 小赖的粉丝说了什么？小赖说了什么？小赖说你们再也不甜你们，说好的伴随偶像你该来我们这一边。没有，我现在甜了，他们就要跟着我甜，他们应该可甜了，他开始发微博故事了。强行对啊，我都开始发微博故事了，我可甜了。你的粉丝强行变甜？没有，他们真的很甜。没有，你来我们这边再拍一个人。你们谁想出击的？他觉得那个粉丝随偶像，所以他这么甜，他的粉丝肯定也很甜。那我们这边呢？妍希偶像，妍希偶像，妍希。我觉得就是妍希偶像，就是
平时就是我觉得反差萌嘛。是反差萌。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我觉得说得很对。就是我觉得对于粉丝的话，其实怎么样都是表现自己嘛，所以甜系跟颜系各有喜欢嘛。你这个保持中立是什么状态？因为我经常分不清我是甜的还是盐的，我是随个人。你是盐的，你在这边，哦、你的论点，好的，行，论点都不我咸的，你还是炸的煮的，真的呢。来那边呢？那边甜系偶像的好处的话呢，我去那边了。来吧，欢迎。站不住了，哎、你是我老哥了。过来你们旁边，那我说吧，甜系盐系偶像好处就是。我们都跳过氯化钠，露出来跳过吗？把人露出来，十六人曲谁没跳过？这句话说的好像有点道理。我们跳氯化钠的都是颜系偶像，所以那个一点点就是甜系偶像喽。我不甜啊，我们经常在现场表演家暴。那里还有叮咚的，谁说没有跳过氯化钠的？他还三巴掌呢。跳叮咚不一定就是甜系，好吗？这样吗？那我过去了。来吧，小赖，欢迎欢迎，再见再见，瑟瑟发抖，一个唱 rap 的。我这样说吧，我觉得我们别辩论了，我就说为什么我觉得来站成一排，站成一排。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甜系偶像，我是那种不是说偶像，我是喜欢甜系的，不管他是不是中央空调。如果我喜欢一个人的话，就是我占有欲很强，我就会希望他一直待在我身边，然后就会不停的。比如说你不在的话，就一直给你发微信、一个毒瘤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毒瘤有什么关系？偶像又看不到。然后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就经常有什么大事小事什么，我都会找桂军给桂军发微信，然后打电话。后来发现他根本不理我。再后来，我才发现他把我给屏蔽了，屏蔽哦。太过分了，我真的太过分了，超生气。因为你们知道那个微信他会响，就是发个消息过来他会响，经常晚上四五点了他就突然响起来了，我觉得好吵，我就把他屏蔽了。没有四五点好吗？那个时候你知道吗？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有一次我好像是在地铁上，你知道像我这种化了妆的女孩子走在街上是有一点不安全的。然后那天燕萍，那你晚上出去的时候不要化妆。不是啊，不行，我们去上舞蹈课，你知道吗？不能输，不能输。我肢体上不管他先，我站在那里就不能输，对吧？所以我就先化了妆，然后再去上了舞蹈课。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地铁人比较多嘛，我就很害怕，然后就想说，哎，打个电话。然后那时候好像还下雨了，我想让桂军给我送伞什么的，然后就给他打那个微信的语音电话，一直给他发，不理我，不理我。我以为。就是你知道心里面很不安的时候就特别想找一个人，结果我才发现他把我给屏蔽了那种感觉。我懂我懂。对，心里面就是你又为什么懂？我下一次我没有屏蔽你、他也被屏蔽了。因为我跟秋雨发信息的时候都是我发了五条他才回我一条。不，你是不是屏蔽他了？最主要是没有啊，你要看他发的是什么链接。好，没有，我最近没发链接。好了好了，让叶萍继续讲。就是自己在，自己又不是本地人哦，我知道了，你们知道就是你又说让我讲，你差什么话呢？不是，我是想跟你们说，就是如果要屏蔽一个人，我屏蔽他是因为我把他置顶了，因为我把他置顶了。你就别说这个，我上次发微博就是因为他没有把我置顶，就是因为他没有把我置顶，但是他把其他人置顶了。你要哭了，你要哭了，你别哭了，太过分了。我后来把你单次，我把你置顶回来了呀。没有用，我说了已经没有用了，我要继续讲。就是你在就是因为我们又不是广州人嘛，然后在这边人生地不熟的，你第一个想起来的人就是有危险的时候第一个想起来的人就是陈桂军，结果他把我屏蔽了。天哪，可能他太严了，他真情实感。别哭了别哭，是让人觉得那以后我在这边不小心发生什么危险，那我该第一个打电话给谁呢？你们哦。真好生气，然后置顶了，他又不置顶我，置顶了，置顶了，我现在置顶了，太过分了，这个人，你妆都花了，别哭了。所以我那条微博一定不会删掉的，我要把他置顶。没有，其实桂军在一直在很认真的，就是检讨他的错误。当天你很生气的摔门走了之后，桂军就一直特别难过，说我是不是真的把燕萍惹生气了，所以我们看得出来桂军是真的很在乎你的。
哦，后来他跟我说，为什么我不敢对你好，因为我怕你爱上我。你为什么要讲出来？六六六。我这是什么爆炸新闻现场吗？我所以你那套辩论就是演戏偶像，就是因为你对所有人都好，对我特别不好，就是因为你对我是特别的，是这个意思吗？不要。我不是不是，刚刚的立场不是这样的。哎呀，每想起来一次就难过一次，不说了。来，演戏好，演戏好，演戏好，走。演戏好。我擦完你的眼泪，然后蹭到了你的衣服上。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有，我觉得田曦好，是因为我之前我尝试过演我的粉丝，然后我发现我演他们也演我。我还以为你演他们，他们出坑了。伴随偶像吗？我甜他们也严，对嘛，所以我说你怎么对别人，别人就怎么对你，对不对陈慧君？我看你看我们都对你那么甜，你为什么要做一个演戏呢？对吧？哎，然后总结一下就是甜戏。好，来你就说。然后你看我现在这么甜，我还写 rap 给我粉丝。真的？就是他的 catchphrase 而已。哦哦哦，不是不是不是，你就是没有听过。我知道的是那个晚安室，对，我看了，非常好。你现在能来一段吗？念给我们。不能，我忘了。你一点都不真诚。那我希望下一次我写信的时候，你能写一篇 rap 给我，一篇哦，不是一段。他要拒绝。我放弃这个人设。队长用他的那个权威逼迫着你不要说话。演戏的代，还有吗？哎，我其实觉得其实是演戏好，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你不觉得吗？甜戏偶像就很辛苦啊，每天就说哎呀我要甜他们，我要给他们福利，然后有一天突然间没给了，然后他的粉丝就说他怎么这样，我要出坑。然后但是演戏粉丝就不会啊。哦，我懂，就是你那种小时候如果你成绩一直特别好的话，然后家长就会习以为常，就是那个理所当然。但是那些成绩不好的孩子突然有一次成绩好，哇，我要给你买一栋大房子，大 house。 我感觉你在比喻我们是成绩不好的孩子。对啊，童年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不是要劝孩子们不好好学习，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大家还是要好好学习，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好吧。刚我听你说那个送伞的，我想到了一个正当的理由，我觉得演戏好，理由就是他能锻炼人的自立自强。我为什么自立钢铁？我记得有一次暴雨天，然后我出电影院，我去看电影，然后出电影院的时候下暴雨了，我就给毕业三发微信，我说你在哪？他说中心啊。我说你可以过来拿一把伞搭滴滴过来。他说我现在好像没有什么空。当时我是因为在陪前辈练舞，然后我在教前辈跳舞，然后就 OK。 但是我不知道你是没有伞啊，然后我跟你说了，我说我没有伞，然后滴滴也打不到，然后他说那你再打一下吧。婉玲，对不起，太直男了，我的天。对不起，对不起，我是爱你。我当时就那个婉玲没有伞的孩子，没有伞的孩子为什么他们有拥抱？他们，你们为什么要拥抱？你们为什么要拥抱？陈桂枝，你为什么还不抱他？为什么要拥抱？你突然拥抱好奇怪哦。来吧，还有吗？然后我还没说完呢。你继续说。然后我就在电影院门口找了个小摊吃了个宵夜，雨就停了。哦，这就是你长胖的原因。对啊，就是自我消化那个，那个滋味，然后消化消化就 OK 了。不行，我内心还是很脆弱。其实我从他的话里面，我只 get 到了一个点，毕月山是他无助的时候会想起的那个人。你不要说话了，陈慧君。没有，其实我第一个想到是何慕瑶，但是何慕瑶他好像也在外面。我以后再也不会想起你了，陈慧君。置顶了，置顶了。真的。然后呢？那你们觉得是甜戏好还是演戏好？演戏好。我们是什么样的，他们就喜欢什么样的，只要是我们自己。哇，应该们觉得是好的。甜戏跟演戏应该各有各的好处吧，我觉得。我觉得是，就是那个甜品还有蛋糕加一点盐，
然后就会更甜，你们知道吗？海盐冰淇淋。哎，了解一下、啊。真的，所以我觉得，凡事都要有，都会有一个两面性，然后混合搭配起来会更好，更美味。哎，那个叫什么？更 delicious。那个对，什么 ？delicious 吗？然后对，那我们 MC 就这样结束了。有生猪吗？我这里有两个生猪。好啊。好，然后第一个是 IDV Lucifer， 然后是这样子读吧，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希望你新的一岁里工作顺利，注意休息，然后希望你以后的时间里多多来剧场看我，生日快乐，耶、yeah! 然后第二个 IDV 波子，生日快乐，希望你实习结束之后可以找到一份好的工作，然后你的返图都特别好看，生日快乐，耶！还有，我有，我有一个生日祝我的妹妹张芷溪生日快乐！哇，今天是妹妹的生日哦。对，秋怡的妹妹超可爱的，也是瘦瘦的，瘦瘦小小，黑黑的，大大的，就不要把黑黑的说出来。我有个生祝，祝 ID 为无名的粉丝生日快乐。然后虽然广州的天气很热，但是我希望爱我的心不要融化。生日快乐！哇哦！我也有一个，你说完了吗？我也有一个生祝，请问 ID 为？在场吗？这是他的名字，是个表情包。这得苦涩。你在吗？那我对着摄像机说了，这边在亮。很遗憾今天没有在现场看到你，但是。能在这儿为你庆祝生日，我很开心，希望能够早点跟你见面嘛，然后在成都好好照顾身体，祝你生日快乐，谢谢，耶、yeah! ！好，那请大家继续欣赏接下来的 MC 吧，耶、yeah!。醒了吗？你们醒了吗？我没有醒，是吧？都吓到了我，你把我吓醒了。对，感觉今天场子不是很热啊。控台来首嗨曲，是不是太热了呀？那个把空调再关冷一点，不是让他们感受一下。我觉得可能是今天空调开的有点凉，导致他们人也很凉，然后可能需要一起跳。需要唱一首凉凉给你们吗？凉凉来点人肉点歌机，杨圆圆。一首凉凉，好了好，凉凉三生三世是你桃花。你在唱啥？唱啥？好好，扯远了，我们还是回到 MC 话题吧。这一组 MC 话题也是抽选 MC， 这是什么？在。哦，你想选这个？对。是因为你觉得自己穷还是富呢？我觉得我很穷。我们队没有人会说自己富的。那给他一个机会吧。让他证明一下自己很穷，那就选三吧。我就随便说说的。一句话证明贫穷的贫都打错，贫穷或富有。可能他们说贫穷。那我觉得，我们不用说了，我们用实际行动证明。又贫又穷吧。哦，他这个还有双层含义，我才懂。双关啊，你选对了，好适合你啊！我觉得很适合你，很有学问啊。那就你先来吧。好，我先来。
你觉得你是贫穷还是富有呢？大概大家一眼都能看出来了。我穷，但是我不贫。哦，你说的我好像信了。对，我什么？我摸着你的椰子壳，再说一遍。什么？你们刚刚说啥？我说我听到他睡觉，我这样看都能看到你的鞋子。你不能看到我的裤子吗？好了好了好了，你说。我不能用一句话，但是我可以通过我观察的一件事。你要讲一个故事。对，吃瓜了吃瓜了。你说。我才出道的时候有一个微博叫何梦瑶的同款博，就是估计很少人知道，因为算了还是后面说吧。就是最开始他扒了几件我的同款出来，其实我自己觉得自己还是挺有牌面的，虽然说不是什么大牌，但是还是可以的。后来有一天我发了一张自拍，就是我们队的人平时都比较朴素，然后平时练舞的时候穿的衣服就是随便买的，然后我就发了一张自拍，然后那个人他开始就是之前他私信我，他说请问你的衣服是什么什么什么牌子吗？一看全是几千块的，我说没有没有，然后我就点了那个什么叉那个东西，然后后来他就把我的衣服扒出来了，就是某宝上卖的20块钱还包邮的，我当时完了，就是没牌面了，幸好我没有拍全身，没有让他们看到我9块9包邮的裤子。你这样我听起来就非常有感触，因为我之前我也有个这样的博，但是我只看到他发过一次，然后他因为没有扒出牌子来，然后他就写了一大段，就是那种某宝上那什么。淑女格子什么衬爆款衬衫，我也是，他没有发出什么链接，他就是什么2017爆款时尚女，什么 T 恤韩版什么的。后来他，那你那个博还在更新吗？没有，自从那一次之后，他可能把密码忘了，我不知道他还是否还健在。我希望他能把他的密码想起来。你这样，你不要这样对人家，扒我们这种贫穷偶像的那个衣服真的很难。可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那边有卖衣服是靠称斤的。哦，我买过，就是称重，直接不看几斤，就是按重量算钱的，就是一斤多少块。我买过哎，就是呢，还有毛衣也是，就是那种很朴素的那个。就是什么花纹都没有，就是基本款。对对对。那是什么年代啊？我们这个年代怎么了？没有，可能是我们没有见过世面。对，真的就是很多地方都有，我不知道广东有没有，可能广州人都比较富吧。啊，我是在广东这边买到的那种称斤的。是吗？多少钱一件？一般？介绍一下。我不知道多少钱一件，好像十二十多一斤，好像是。对，一斤有好多件呢。那买回去一堆，然后在那里慢慢挑。一般衬衫就只有几两吧。几两？对，我买的 T 恤质量还挺好呢。对啊，就 T 恤就很轻。下次带我去。好啊。然后我们这一队就真的就买了一斤衣服，然后一个一个发，是吗？那有谁觉得自己比较富有吗？应该没有吧。没有。那我觉得我知道有一句能证明自己富有的话。你说。就是你拥有自己的什么？你好烦啊，能不能不要再说这个了？我没有，你们水浊都出来了。你很努力。我没有。是吗？我只想说你这次也很努力吗？你们去年你很努力，今年也很努力。我没有，我真的有。OK OK， 你有你的，真有你的。我自己隐藏着。你这个小别致长得挺家伙的。烦死了，讨厌。就是有一句话，就是我们了解一下，我保证你能进圈。怎么了解啊？就是了解一下。什么？你了解一下我，然后你就能让我进圈，这样。你了解一下我，我就能让你进圈。哦，我还什么意思？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没懂。什么意思啊？我们这个都懂不起，难怪进不了圈。哎。对呀、啊，你看我们就是太朴素了。
就是我们这种朴素的小偶像买衣服都要靠金撑的，真是。那于子源，我觉得你很贫穷。是没有，他很富有的。没有，我就昨天我去贩卖机买一个肥宅快乐水，然后我扫了一下二维码，我点付款，他那显示银行卡余额不足。你知道吗？现在那个可乐已经变成2.6块了，涨了一毛，涨了一毛。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因为他那时候5日就是1亿啊，是不是因为大家都爱喝，所以因为他很快乐了。那天我看到于子源，他去买那个肥宅快乐水，然后他看到那个他涨价了1毛钱，他很生气，他说我不买了。对啊，我也很生气。然后我玩了那个贩卖机上面的游戏，我花1块钱我就买到了。游戏有吗？他花的还是我的钱。一个那个弹珠。什么？就是那个贩卖机上有一个那个弹珠的游戏。还有这种操作？这要看运气，像你这种。那完了，我要扎根在那里了。不是，一般你这种情况是不会中的，因为你是个非洲人。哦，就是靠运气是吗？我们都靠技术。对呀，我们靠。那个靠技术没有用的。你就是你光有技术没有用。哦，原来好吧 ，OK。那我们小梦呢？不要懵了，不要懵了，不要懵了。一看就是个富婆。我，嗯，对，我是个富婆，行了。你们知道吗？就是叶小梦刚来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她那个时候来这里还挺朴素的，结果跟她分开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她变成了个富婆，她衣柜里的衣服都变多了。多，但是不代表。但是她都是撑的。对的。多少钱一斤啊？但其实我没有买过金的，都是那种地摊，就是那种阿婆摆地摊，然后她说来清货啊，来挑两件啊，差不多的，然后就去挑啊。小梦方便问一下你的存款多少位数吗？说出来吓死你们的，真的。一位数啊？你说，你说。存款，真的可以说吗？你怎么知道他的存款数？你们两个，我们预备生都知道，啊，他是我们富婆呀，预备生的高层。不，就是我记得我们之前不是37一起去长隆吗？然后所有人都你请客，不，没有，我们 AA 的，不，就是他们都说饿了，然后说玩了一圈饿了去买东西吃，然后我一个人在旁边，是吗？然后他们说我怎么不吃？我说我要存钱读大学。虽然说我现在还小，但是这个是个长远的目标。现在我已经看不到你已经放弃了。对。那你现在存款是个位数吗？至少买得起快乐肥宅水。哇，比我有钱。不必明明老是说别人，其实我觉得你才是个富婆。没有啊，你们都买得起肥宅快乐水，我买不起啊。别人买的是肥宅快乐水，你买的是手机。可能我不是个肥宅吧。所以你喝水不快乐是吗？你喝那个没有，不是买不起。然后我也要说一下，我抱怨一下。我刚来的时候嘛，你们都知道是吧？都知道我的情况。不知道，都知道你是个富婆。你说不，我就是有一次手机没电了，然后问了，跑遍了整个中泰大楼，都借不了一个诺基亚的充电器。哦，就是。那说明他们什么，真的是都借不到的，不存在。然后你很生气，马上换了一个手机。那个是别人就是借来的嘛，不方便说。恭喜冰冰老板喜提手机。没有没有，然后说富有呢倒是偶尔有时，你知道吗？你们的工资都是我同事发的哦。你同事？同事周总发的哦。我们都是同事啊。是啊，那也是我们同事。对啊，都有牌面，有牌面。其实你们说到富有，我倒是想到我们对两位富有少女的名言，你们应该都知道。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有钱，我们是有钱的。啊，对，能不能让一个人说？快说，要不让他说，你说吧。他自己，哦，在呀。哇，还有一
个不在，还有一个不在。我正想，我记得那天是他们两个走在我们前面，我忘了是跟谁了，是你吗？哦，对，他们两个我们在调侃嘛，然后他们就说。我们不是有钱，我们只是舍得。我想对他们两个一起说的。我们的故事背景，让他发。我觉得这是实话，你知道吗？对。就是之前我去马代的时候，当时我不是给你们一人买了一个5美元的挂坠吗？嗯。然后还有一盒用了吗？我珍藏起来了。我也是珍藏起来了。我也珍藏的。对，然后其实我并不是很有钱，因为当时我买的时候，发现怎么要买20个，我好多啊。但你还是买下来了。对，我还是买下来了。对，就是其实是谁说还是有钱的，请他出去。然后其实就并不是我有钱所以我才买，为了我们值得。我是为了给你们拿点纪念品，不能白去，因为我们去不起。我希望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这么舍得。没事，下一次水浊就可以去了。哇、哦然后你帮我们画了个饼吗？帮我们 Z 辈画了。那有你出资，姐妹飞机场都有了，怎么可能去不起？对，就像吃饭的时候经常我说要不要一起，大家一起去吃什么什么，然后就有人说啊没钱算了吧，然后我说没关系，我请客，大家开心就好。啊、我是为了你们快乐。那他是因为你舍得。对，所以才他是为了我们很舍得才会这样子的。对，当然我也希望我有这么多钱可以舍得。就像有一些大佬不是。就像有一些人他并不是大佬，但是他舍得为小偶像花钱一样。对，不错不错。就像杨月圆一样吗？杨月圆经常装有钱，他也是经常出去的时候然后就说没事没钱，我姐有钱帮你们给，然后过一会儿哎，待会儿那个刚刚帮你们先给的钱待会儿给我一下。是，我觉得圆圆，你先说，你说你想说。我觉得圆圆对我还挺好的，就是你们都不在的时候，然后我去找圆圆玩，他说我想吃那个小龙虾，要不我们一起点吧？我说不，我没钱。没关系，姐请你，姐有钱，姐可有钱了。我是经常就打肿脸。然后你请他了吗？没有，请了呀。请了呀。就是属于那种请不起高档的，也请不起那种豪华的，但是哇，小龙虾已经不错了。我都没吃过。他请我4个圈，你们知道吗？四个圈是什么？就是一个冰淇淋，4块钱一个。哦，哎，还是挺贵的。这样一说，对，因为有时候想吃冰淇淋，我说我去拿你一个冰淇淋，他说我说多少钱？他说不用给，哎，咱去吃，哎，给什么钱？啊，说你知道冰箱里的冰淇淋就没了。啊？不是我，我没有。没有没有，就觉得大家都可以随便吃嘛，因为都是小东西，我觉得没关系。你再说一遍，大家随便吃你。今晚回去，今晚回去冰箱里面。真的吗？真的吗？除了你以外，谁让你那么跳的？好的，没事。特殊对应啊，多甜啊！对啊，除了你，我演你不开心吗？我知道你是为了我的身材着想，是不是？没有，你都那样子了，都平成那样了，我什么还有？打扰了。没事，我至少也没有画个饼啊。嗯，好吧，好像大家都说的差不多，就是啊。不要催生住了，我都还没有表示我很穷呢。对，就是我们昨天晚上买西瓜，本来说，西瓜多少钱？58。本来9。那么贵、啊。本来是想自己买的，然后算了合砍吧。对，然后两个人就合砍了一个西瓜。然后最搞笑的是，就是有，然后关于这个西瓜有一件很搞笑的事情，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拿到西瓜之后。去叫秋怡一起来吃，秋怡在练舞，然后他就去叫她，秋怡来吃瓜了。什么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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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瓜。哦，还以为什么瓜呢？哪有什么瓜，只有西瓜。好，就是这样。那么接下来到了大家非常开心的深度环节，由谁先开始呢？由我们的，这个先开始吧。好。我有一个深注 ID 是，我看一下，有点长 ，MINE-ZEPPLIN， 在现场吗？
祝你生日快乐。然后我最近学了个土味情话，我知道你的心在哪边，在我这边。牛蛙就是不一样了。于子元，哎，还有呢？续啊，到你了，继续。是有两个吗？我只有一个啊。嗯，我有一个生助 ID 为请叫我爵士你在吗，好像不在吧，在不在啊，我说不在，要是他在的话就很尴尬了，不在吧是吧，那就在。他在啊，在你心里。好，嗯，就是祝你生日快乐，我允许你能够去欣赏很多人，但是喜欢的话只能有我一个，嗯，谢谢，生日快乐，耶耶！那么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欣赏精彩的公演曲目吧，耶、yeah!
过山就能忘记、啊、思念像书本里的笔记，痛苦的想要把你放弃，是什么让这感觉像化学反应，不愿再去触及有关你的回忆，删除不掉的记忆缠绕是你话题的终点，翻来覆去彻夜难眠，是否悟出了底线，不敢说也不敢直视你的脸，对你说的话还有印记，就算转身也不曾忘记，是什么原因中断了化学反应，是否还能触及有关你的回忆，删除不掉的记忆缠绕着我思绪，爱还是朋友吗？
吧，用力的挥动翅膀，张开双手。
先苦自己去甜，解除炸弹的线必须亲手去剪，渐渐不再寻梦路线，宁愿承诺不说抱歉，被迫勇敢直面，无中生有的标签的标签。
谢大家在周六的下午来观看我们职业肌肤队听自己三角函数的公演。耶！职业肌肤队听自己在这里，谢谢大家。接下来还有精彩的击掌与投票环节，请大家在座位上耐心等待，听从工作人员的指示，依次和成员击掌。妹世界都为我们关注，只想要心里有个
散，全世界都为我们关注，只想要心里有个归属，有你在身边我就满足。刻下了基础，又笑又哭，一起约定了不许哭。快点说爱我，说爱我，现在就抱紧我。就算全世界都为我们关注，只想要心里有个归属，有你在身边我就满足。刻下了基础，又笑又哭，一起约定了不许哭。快点说爱我，说爱我，现在就抱紧我。
就算全世界都为我们关注，只想要心里有个归属，有你在身边我就满足。别想那基础，有笑有哭，一起约定了不许哭，快点说爱我，说爱我，现在就抱紧我。就算全世界都为我们关注，只想要心里有个归属，有你在身边我就满足。别想那基础，有笑有哭，一起约定了不许哭，快点说爱我，说爱我，现在就抱紧我。就算全世界都为我们